姓尚。姓尚，嗯，请问您是怎么认识郭磊的？我是通过朋友介绍的，然后在郭磊那买的房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在郭磊那买的房。那您对郭磊的服务感觉满意吗？哎，我觉得挺满意的，然后他服务啊各个方面都挺细心的。那能不能具体说说哪方面比较满意呢？比如说带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啊，什么这个房子好在哪不好在哪，就是他从来不 push 我们啊，你快点买呀，什么什么的，都是把各种各样的好的方面利弊啊都给我们陈列出来，然后让我们自己去选择呀，自己去判断。那您觉得这个就是觉得郭磊的服务特别专业？哎，特别专业，特别细心吧。哦，特别细心。那您通过郭磊买的这房子觉得还满意吗？挺满意的。那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